直多项式 A 是这样 B 是这样 A 加 B 会等于 2C 则 C 等于多少，那么我们就把 A 加 B 加起来 A 加 B 好二次项的系数6加负2所以是4一次项的系数1加7会等于正8常数项负5加负5加法会等于负10这样子加完之后呢它会等于 2C 所以 C 就会等于 2X 平方加上 4X 减5好很简单